中文有点，我们直接聊了一周。他图片用的是之前另外的图片，他穿衣服都不一样。头发出长到1.7米，可能没有，还是交叉。我现在已经把它发出去了，两个小周吧，已经发到一块上了。现在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开大开的开关的开开许是一许哦，那跳舞的开许他跳古典舞的
哦，喇嘛不对，他们就是说，他就是说他肯定是学舞蹈的，因为他穿音的，穿音的还有，哇塞，人才济济哦，都是人才哦，这个地方。你看前面那个穿黑衣服的是穿同学啊，哦，前面穿黑衣服那个是你穿同学啊？不清楚，问一下。穿音的，哇。Yeah.